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卫冕者徐子云。哇，嘉琪姐你好。你好，你头发是切的吗？没有。这你自己的头发？对。你长很多哎。嗯，从来比赛没那么长啊，像一直都没剪过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钱吗？不想剪。不想剪。他就是属于特例的，没有长身高的，长头发。长头发的。前两天我在录外景，在桃园，他带的，你跟谁来？黄佑珍，还有一个，还有男的，柳红玲，还有杨子豪。对，哇，他们呢是同学会。暑假，我们现在播当然暑假结束，可是但暑假快结束了，他们就来哎看看我们外景录影啊，来抢奖金啊。这个在一个单元，他就觉得很累了，累吗？很累吗？很累，对不对？又很热，然后又下雨。这那你知道我要站五个单元，你才站一个单元就走了。那你知道我们很辛苦吗？胡瓜哥哥有没有很厉害？你这样还狠心给我拿红包吗？我们主持节目主持五段，在外面晒太阳，有时候下雨很辛苦。对，他一段就跑了。他现在还跟我要红包。对，好，今天先安心过关吧，哈。嗯。会担心吗？会。很多人关心你哦。嗯。好不好？我刚刚问他你行不行啊？你说什么？不行，非常斩钉截铁，不行，我卡拢冷啊！不，还是要观众来一点掌声给你。嗯，加油加油！你要碰到越强大的对手，越能过关，才是你徐子云啊！对，今天带来什么歌？《热情的沙漠》，一切欣赏。有在拼哦，有在拼哦。有啊，徐子云啊，徐子云。对，
真是个不简单的小女孩耶。对，什么都能，环境都能适应。对呀，就跟打不死的蟑螂是一样。她记得老师说的二楼发声法，而且她今天飙到三楼了。对对，有在拼啊。对呀。但是徐子云呢，因为在这边优点也是缺点的。他优点就是他有人很有人气。嗯。接下来最大的缺点就是要什么选歌，要什么收歌。对。对不对？向他来最大的优点就是说，我刚来，口袋名单我有50首歌，对，可是我才打5首歌，对，我后面还40几首等着你，这是很辛苦的地方。是。但重点，他的人气还不及徐子云的，这是优缺点搁浅。是，不过相对的，子云在这舞台上面累积到从老师们这边学到的经验，也让他不断在进步。对，所以你吸收要够快，选歌要够准。这首歌谁帮你选的？就是林隆璇老师之前有建议我唱这首歌。是哦，首先我们请林隆璇老，哎，好，今天没有，今天林老师不在，秀兰玛雅老师请。是。